大家好，今天呢想说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平常是怎么绑包包头的，其实超级无敌爆炸简单的，所以我们就快点开始吧。我已经把我头发给它拆下来了，现在非常的卷，因为我今天绑了一整天了。其实非常简单，只需要两到三条橡皮筋，看你头发多寡。对，那就先拿一条橡皮筋，然后呢绑一个高高的马尾。马尾绑完之后呢，再拿另外一条橡皮筋，这样子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头发这样绕，你就这样稍微转一下，然后绕你的那个，就是刚刚那个马尾的地方，然后绕到没有头发，就这样子，一手给它抓住，然后呢，再用这条橡皮筋给它绕起来，给它绑起来，对，然后可能会有点虚，会有点不太坚固的话，就再拿一条橡皮筋，再绕一次，就是再把它抓紧，然后就是像这样子，噔噔，绑完。是超级爆炸简单。然后如果你头发比较短的话，你再用小夹子把其他的须须就是夹起来。可是因为用很多橡皮筋，所以这个包包头就是超级无敌爆炸坚固，就是不会掉。如果你头发很长的话，其实这样绑完了。可是因为我头发比较短一点，所以后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须须什么的，再用小夹子就是给它抓起来，然后给它夹起来。对，然后再把两边收起来，也可能放出来没关系啊，都可以就好了。所以后面其实就是哇，就是长这样，应该没有须须吧？我看不到。对，你可以问你的朋友后面有没有须须，有的话就把它夹起来。对，反正就是很快速，然后很简单的一个绑包包头的方法。对，然后它非常的坚固，就是你这样掉不会掉。对，一整天会就是都会一整天就是会维持在这边，就是很坚固。好了，教完了。好了，那我分享完了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哇，椅子好亮。